北环干线6月30号通车营运，串联士林内湖及南港行政区域，并连接北投士林科技园区、内湖科技园区、南港软体园区等多个产业园区，也衔接捷运北环线及部分东环线，鼓励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通勤。 北环干线的一个部分的话，我们是台北市的第17条的一个干线公车。那基本上它的站间日运量有达到我们接近我们P10干线公车站间日运量18000人次的一个标准。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让北环准备要开通了，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仰客的一个方式，那让民众搭乘大众运输养成他的习惯。所以我们有P10的这条北环干线公车，那它是从北市科的福美站，那它会到中华科技大学。 那途中也有经过北市科，还有内科，还有像南软园区的部分都有行经。那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类捷运班次密集，然后提供转乘优惠，不管是捷运转公车，或是公车间的一个转乘优惠，来鼓励民众来搭乘我们大众运输。 比照八横八纵干线公车路网概念，北环干线公车以平日班距尖峰5到10分钟，及离峰10到15分钟，提供民众密集的公车班次。双向转乘也享有一段票半价的优惠。刚开通的部分的话，原则上就会提供转乘优惠。那班距它是从620转型，那620的尖峰班距是本来是10到15分钟。 那现在它的尖峰班距有提升，那我们是从5到10分钟就会发一个班次，所以服务水准是有提升的。基本上我们是希望先从大众运输提供供给的一个部分，让民众来习惯来适应从私人运具来转乘我们的大众运输。我们希望从供给面的一个部分来提供，包含一些班次比较密集，还有提供转乘优惠，让那个民众的负担变得比较轻。 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吸引私人运具的一个转乘。原本的16条干线公车通车之后，我们有去做一个成效的一个评估，那基本上运量大概会转型前后大概会提升6%，所以我们按照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去评估620，它转型之后，那运量基本上能够每天的日运量可以提升大概20000人次左右。 北环干线公车车体站牌指示标志都有加强辨识性，专属代表色彩为黄色，欢迎民众多加搭乘利用。记者温俊台北报道。